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来玩这款游戏呢，是深海迷航最近推出的新的系列作，叫做《零度之下》哦。那这款游戏呢，好像是从海底生存啊，一直到这个零度之下的这个雪地哦。你有没有看到这左边有像企鹅的鬼生物啊？那个谜样生物做的实在非常的奇特哦。那深海迷航这个系列其实老头没有玩得很深入哦，有看过，应该是说有跟过老头的频道，应该就知道了。老头其实没有玩到很后面哦。那据说这个深海迷航最原始的版本完成度已经非常的高，已经可以玩到结局了。好，老头一直没有完成它，如今现在就出了新的系列，想说呢，先借由这个系列先来玩看看吧，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回头玩它原本的系列好了，好不好？那现在目前这个深海迷航零度之下呢？它是在一个 beta 阶段，所以说它还有很多东西不完整，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哦。那游戏模式其实跟之前一样分四种哦，那我们就是以最基本的生存好了，好不好？一样又是意外坠落的危险星球哦，这个主角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不晓得，然后都是意外坠毁到某某星球，然后某某星球生存这样子，好不好？来玩看看吧。希望它海里的成分不要太多啦，因为当初玩深海迷航其实有点不太喜欢的点就是在于说它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里啊，会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的人可能就不喜欢。那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喜欢一直都在海里啊，就偶尔可以在陆地上走走，虽然深海迷航是有陆地可以走啦，但是也太少了。然后还有到什么外星人基地，我记得那时候我玩到外星人基地，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好，开始了。我们不一样，但我们曾经相聚。帝皇谁啊？完美世界未知世界娱乐，那是他们公司吧？我还以为什么里面的那个哦，起来了，哇！一醒来，这是小明蛙哥。调整时间 ，Tab 键可以看到 PDA， 闹钟响了，按掉。这个中文翻译是国外的，不是国外，是3DN 那边的翻译组啊，所以说可能有些是机翻。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申请面试。这个是之前深海迷航里面深海的鱼，全部被抓来在这边游来游去了，呵呵。这是我，我靠！原来我是一个黑妞，还是说我戴白色手套啊？因为这皮肤是黑色的，然后这手是白色的，我觉得应该是手套哎。这个肤色有点奇怪。好哦，开。我果然是一个黑妞。好的，接下来要干嘛？这是什么东西啊？有点看不太懂。等于钱钱钱，我好咖啡机耶！哇，可惜不能进去。这什么放氧气罐的？我一开始就在这么大的船舱哦。哇，好爽哦，真的挺爽的。然后说依照我的经验来看，这边到时候可能没多久就被毁掉了吧？怎么可能？直接毁给你看。我出来了，哇，居然是这样子，哇，好酷哦！等一下，我刚还有一扇门没有开，真的在雪地里面玩，感觉好有趣哦。应该是这扇门没开，这其实全部都是门，都可以开啊。货仓，这边是拿来囤东西用的。我怎么进不去？温室，为什么不能进温室啊 ？bug。可以。温室，我怎么突然让我想到《恶灵古堡》里面的植物人、植物园？开门 ，open， 哇，我从这里出来好了，哇，这边好美哦，哇，这就是我基地啊！一开场就给这么大的，这样子打一救不得死吗？来，哇，这是什么？死给零号空间。我叫罗宾哦。Okay, I'll check it out. Understood. You know, the formal bit's cute, but we've shared a wound. Would it kill your career to act like we'd met before?
对话被监控着。I've been here 2 weeks. We've hardly spoken. Because you went straight to the planet. Find Jeffries. Chat later. 杰弗里斯。Yes, Mom. Yes, Mom. 叫我去找谁啊？他说什么什么死掉可爱的，有点不太理解。哇，这怎样？这边有吃剩的面包是不是？啊，叫我去找谁？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物品栏日志。他说：“我们研究站跟这个杰弗里斯失去了联系，然后我们要去下面找他。什么？你表现得像以前那样会死吗？哦，就是有点类似，说话不可爱之类的吧。就好比说，难道你就不能像以前一样这样抱着我、亲着我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没有啦，乱讲，不要理我。这还可以保存啊，我觉得保存一下好了。啊，走这里是不是？”好、啊，走这里。我来跑那么久，终于找到路了。哎，那个花不咬我。嗨，你好。哎、欸，会受伤哦。嗯、碰到会受伤，也不能碰这样子。我是什么奇异生物啊？我天哪，真的是太奇妙了。茉莉花吗？可爱的玫瑰花。哦，这里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感觉好像是什么外星人，又是外星人遗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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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My God! My God!哇！啊，我都没有东西可以拿，我就用空手、哦。这边有咖啡机啊，这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嘛？访问被拒绝，强力拒绝，确认罗宾。哦。I come in peace. Sam, the building just powered up. It spoke to me. Are you safe? It's never done that before. I'm fine. No sign. 没有发现杰弗里斯。雷电风暴，哇哦！使用密啊！哇，电讯干扰，封住了。果然是外星人的遗址啊！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的飞船是不是就爆了？是不是？有没有这可能？哎、欸，这里我没有来过哎、欸，这边看起来挺酷的啊。结果不能走，没有路，给你绕一圈观光用的啊！原来是观光啊！好的，继续前进，我们来看看。哎呦喂呀！哎呦喂呀！晴天霹雳！哎呦喂呀！我要死了吗？啊，怎么那植物没事啊？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走？啊，这边就堵住了。哦，往上走。行，哇，这样子我不就回不去了？这些棉花哥，植物，看来我必须要在别的地方生存了。我们回不去了。然后这个半透明这样做的其实蛮漂亮的，你看，挺漂亮的。可是超怕会破掉掉下去，有没有？哇！哦，一呆，不过我没有血量，感觉不会死。那前面还做玻璃破裂的效果。哎、欸，我回来了，宝贝儿。哇，暴风闪电，闪电鸟要来了，闪电！哇，等一下，你看这个后面是这样，哦，雪崩直接把它掩埋了。哇，哈，Oh my God！ 哇，掩埋了哎、欸！哇，掉到水里了！哇，我又要在回水里生存了，是不是？你的环境不再安全。新手上路。什么东西正在四分钟怎样之类的？极地生存指南，现在我上不去的。哎、欸，我那个梯子也不见了。
我又要回水里生存了。我还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在陆地上来一个零度之下，结果呢，还是要回水里啦。好不是，啊，希望可以增加一些新的生物啦。哎，我觉得一定有吧，这是额外卖，这是额外卖的哎，这是额外卖的哎，这种东西。嗨，你好，补充氧气。哦，原来如此。哎，这游戏是额外卖的，它不是 DLC 哎，它是类似一个额外独立的作品哎。这边有鱼，那跟以前一样啊，直接抓。飞镖鱼，哇，上来了，哇，好美哦，哇哦，好多气眼哦，我要怎么上去啊？让我上去啊！你看超可爱啦，可是它的嘴巴长在上面，啊，放生放生，嗨，你要不要吃啊 ？Hello， 为什么我爬不上去？哎呦，上来了，哎。上来上来，嗨，你好。哎，那么紧张干什么？哇！哎呦呀！马上派救援，需要一个住所，临时住处。往上看，哪里啊？他说给个临时住处。这边好多奇妙的气耶啊！啊 ？What the hell？ 这气耶到底在玩哪一招啊？怎么感觉他们特性都是往上飞，是不是？那游戏 bug 吧？叽叽！你看这是小只的，捡起小气耶，哎，可以捡哦。可以捡哦，欸，小企鹅可以捡欸，看这些我要捡起来。妈的，这跑啊！滚滚滚！我的捡小企鹅能干嘛？我是不知道。欸，我看到空投物资了，大概在80米左右，过去捡过去。这是什么荧光鱼啊 ？Hello， 圈圈鱼 ，Sky。我靠，那边好像还有原本之前迷航里面的生物啊。好，这就是我的临时避难所啦，非常的棒。进入基地 ，Yeah！ 啊！有消息吗？暂时没有。It said my name. I need to know why. I know. 弄点吃的。I'll have answers by then. Will do.烹煮圈圈鱼，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啊？没有把它完全捡起来。我们没有食物，基础建材，这跟之前差不多吧？对啊，我觉得这跟之前差不多哎，没什么太大改变哎。还是装备、氧气瓶、脚蹼、急救包、生存匕首，然后防水储物柜，这跟之前其实大同小异哎。没关系，既然都来了。摸一下，顺便填补一下，圈圈鱼捡起来，嘿，多捡一些鱼，像这个泡泡鱼是可以增加氧气的，增加氧气量。再来，我们的绿色鱼是这样，可是听说这张地图做的没有像深海迷航原本的这么大张，没有原本这么大张就是了。就是他有把地图缩小，哦，快要没有氧气了 ！Oh my god， 快上来，快上来 ！Yeah， 再来，哎，多捡一点吃肉，哎，这企鹅不能捡，那个企鹅之后一定有它的用处啊。好的，我先回去了。好，回去，回去，回去。哦，可以做成水，泡泡也可以拿来做成水。不是做人空气啊！我讲错了。你们刚刚捡了几个泡泡鱼啊？手烤泡泡鱼不能烤了，圈圈鱼手烤圈圈鱼，烤一烤，烤一烤。
啊，这样电锯就手烤了，这样子吃，好吃好吃。喝点水，喝点水，加20。哦，满了满了满了，没办法，这个什么，那叫什么胶？桂胶、花胶啊，那个不知道怎么做，这应该从这边做吧？要两个。哦，要海藻种子才可以做出来哦。等下去找一下海藻种子好了。哦，哇，前面那个大颗圆圆的，那是什么鬼东西啊？哇哇，这里绝对不会有海藻种子的，这个应该有海藻种子，我应该找到了，我应该找到了。凭我的印象来看，这应该是海藻种子啊！欸，这边好多东西啊！哦，水下推进剂碎片，哇，这个没用啊，没有用啊！而且我记得我一开始会有什么扫描器，不是吗？哇，这个现在连这个都不能扫描，欸，一堆碎片没有什么录用，海藻。看得到吃不到，算了，这是什么盐巴？往上游，往上游，快点，快点，快快快！哇，好，继续，这个捡不起来，还是要看绿色的。哇，这边东西太丰盛了吧，捡不完，欸。哇，这个啦，种子是这个啦，可以捡吗？终于啊，哥哥，好了，我们可以去做小刀了，哦。种子找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Labor。回家的路在哪里？回家的路啊，看见了，我们看见回家的路了，回去做个小刀吧。哦，这种这个绿的这个东西啊，我靠，什么东西在咬我啊 ？Oh my god， 这个鱼这么凶，欸，有没有种子？顺便捡一下好了，永远不嫌多啊。捡，满了。我靠，种子原来这么大颗啊！还会追吗？啊，没有，哎，欸，还有一只还在追啊！哇，先跑，先跑了。还好我的生命力够强。给你，给你，给你，给你。Go！ 这样子，我有小刀之后，我要砍一些植物更方便了吧？对啊，应该也是可以拿来作战攻击敌人之类的，有没有？打爆他们！来，进来喽！我们终于，哎，还可以做电路元件啊，有哎，电池也能直接做了，感觉这次的节奏好快啊！做这个，当，好了，小刀，当，哇，终于做出一把小刀了，手电筒、扫描仪。扫描要电池，哎，这哪有问题啊？做一颗，这样我们可以去扫描刚刚那些东西啊，是不是？做，超快速，手电筒要电池跟玻璃，气囊，手电筒装备的部分呢？纤维布，脚铺，哎，脚铺这个两个哦，脚铺的话。材料够不够啊？因为我这样可以做小铺了，是要装上去就对了。哎，还不装一波？OK， 哎，欸，他自己会装上去，欸，很好啊，自己会装上去，不错。哇，石英超多的，欸，我觉得我把石英全部拿去做玻璃啊，有没有那种分批做，一次做多一点那一种啊？只能一个一个点，
那只能一个一个点，我天哪、啊！哇，好拖台前啊！只能一个一个点，看一下，有。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啊？我们来看铜线、电池、带状植物没了。纤维布要怎么做啊？他这里没有教纤维布制作的方式啊。哦，海藻块啊，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砍一砍的。砍完之后，应该就可以把它做成我们要的那个，做成我们要的这个标准氧气瓶，增加我们的氧气存活量啊！啊，然后以及这可以弄个电池。好，我们再去一趟吧。这次啊，顺便还要再多抓一点鱼类回来。圈圈鱼、飞镖鱼啊，算这个先拿来煮好了，带在身上吃。欸，可以腌制哦。用腌制的方式好了，腌制应该加的比较多吧？看一下，会扣水分的，没关系，我们用一瓶水没有问题。好，全部丢进去。好的，出发喽！哇哦，哇，游的速度变快了。我们这边都可以直接扫描哎，耶、yeah ！啊，我要想一下我们那时候是怎么到那个地方的。欸，可以先扫描一下企鹅鱼。不能扫。不能扫，不给扫。嗯？这不能用。都不能砍了、哦。还说是拿来战斗用的。这应该至少可以砍吧？这个可不可以砍？不行，应该是前面这个绿藻。匕首切下啊、哦！有了，我们有海藻块了，耶、yeah ！海藻块可以拿来做什么？忘记了。切下你，有点满了吗？哇，太大了吧！那绿色可不可以砍？不行。好了，我先回去了。海藻块有其他的作用，我先把它处理一下，切一下海藻块了。行哦，我觉得我们先把整套的装备全部做一做好了，基础装备把它做完。哎、欸，前面有陆地哎、欸。所有装备都丢了。谁在给不了你空投？自寻防队登录。他讲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日志哦。上级让你做个回报，他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装备都丢了，感觉很冷，至少还活着。他说现在山姆说现在没办法给我空投，他说那里有一个紧急避难所。自寻防卫队登陆以来，那里已经有六个月没人住了。不过应该对你有用。然后我叫他把坐标发给我。哦，已经显示了。我们等一下再出去看一下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可以干嘛？这什么东西啊？水下巡索，全行追踪什么巡索？可以绘制返回原地的路径的，防止迷路。哦，这个应该之后才有用途吧？哦，纤维布做出来了啦！纤维布做出来了，先做个纤维布先。纤维布大概可以拿来做氧气瓶嘛，我记得。然后这一次又要两格，哦，超大格的。没有，他这一次要四格，很扯。哦，可以做急救包哎、欸。哦，我们需要两个钛就可以做标准氧气瓶。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在攻击我们家的感觉？感觉我被刚，我们没有钛嘛，是不是？哎、欸，我们有钛啊，哎、欸，可以做嘞、欸，直接做出来了，呀、yeah ，本来氧气45，哇、哦，
变成75了，还获得信标蓝图，死给！我们又更上一层楼了，有没有很棒啊？超棒的！然后他说坐标标哪里啊？我没看到他标的坐标啊，坐标标哪里啊？他讲的那个前方基地前面那个吧，可是他没有标坐标，他不是说发给我吗？他显示在你的 HUD 上面的，哪里有啊，哥哥？嘎嘎，哪边有啊？嘎嘎，我没看见啊，嘎嘎。算了，我看见了，在那里啊，嘎嘎。到时候再过去吧，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下一集再继续进行往那个地方走。没有意外的话，这款游戏应该也会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吧？希望大家会喜欢。好吧，那么今天先到这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就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小坏小帮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有机会深海迷航再见面啦，拜拜。